This is Roger Taylor from Queen on Teacher's Choice on 903.实在太过超现实，甚至系迷幻。听到系 Queen， 睇到系 Queen， 等咗四十几年，可能你冇咁大嘅年纪，不过喺呢个音乐会里面，佢哋就真系将咁多年来嘅功力咧，同埋咁多嘅历史咧，同香港朋友分享咗佢哋嘅第一次，亦都系我哋嘅第一次。当然今次亦都有佢嘅出现。Hey there, I'm Adam Lambert, and I'll see you in Hong Kong. You're listening to Ching Chong's Choice on 903. 系啊 ，Queen 揾到 Adam Lambert， 可以话一个乐队嘅再生，亦都可以话呢个叫 rejuvenation， 呢种叫青春焕发、机器灵逆转嗰只咧，系咪？冇错，喺嗰晚嘅音乐会真系好感动。特别头先嗰首《Bohemian Rhapsody》啦，虽然 Freddie Mercury 已经离开咗，或者呢种叫做现场同影带对唱已经唔系第一次出现，但系嗰晚特别系有啲系触动。可能呢首歌喺你生命成长里面都有过一啲嘅片段。系啊，我都系喺我细细个嘅时候听到呢只唱片，当时仲系黑胶年代 ，Night at the Opera 嘅《Bohemian Rhapsody》，听到今时今日，仲有机会睇到佢哋现场嘅 live， 亦都。好榮幸咁咧，最近同咗樂隊嘅幾個成員啦 ，Brian May 啦，頭先同你 say hello 嘅 Roger Taylor 同埋新主音 Adam Lambert 做咗三個訪問，你終於喺面前睇到佢哋 live， 仲更加有機會同佢哋傾咗幾句偈，真係有啲人生無憾，係啊，有啲嘢你唔把握住，可能就會錯失咗噶啦。